感谢上天，予咱一个真好的天气，特别是过去这几天，咱踮这边北台湾冷啊，搁落雨，但是今仔日予咱一个真水的天气，也毋忘这个光照伫咱的心内，予咱的心真正会当开，毋是干那咱的心开呐尔，咱嘛看到。天公伯啊，予咱台湾真好的机会。五百年来，台湾人当家做主，出头天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咱必须要备战。咱今仔日二二八事件69周年纪念音乐会，咱要备战咱家己每一个人的心。所以，请咱所有的贵宾会当就座。咱请所有的贵宾会当就座。咱今仔日一开始，要真感谢咱五台北市立高雄乐团，因所带来五重奏。今仔日要踮在咱中间，通过音乐安静咱的心，也予咱真正会当来对书来笑念。因所要演奏的，包括。文莫扎特、莫扎特《圣体颂》，以及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，巴哈《G 弦之歌》，马斯康尼的《乡村骑士》担任奏曲，维瓦蒂《四季》当天的部分当，以及《Amazing Grace》，以及《望春风》，所以。请咱在座所有的贵宾，咱来参加所有听台湾，也要献上咱的对书，甲所有的来宾、贵宾，请咱安静坐伫咱的座位，咱通过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五重奏来引带咱进入咱备班的时间，请。
你的。